在我的亲爹和后爸之后呢，东方卫视即将上档由何冰、刘蓓、王鸥携手主演的年代剧《芝麻胡同》，三位实力派同台飙戏，值得期待哦。咱是做江菜，沁芳区百年老店，靠的就是这刁字儿。一是父母，那是主顾，你得罪了主顾，自个儿撅着眼子白干不说，砸的是招牌，丢的是脸面。电视剧《芝麻胡同》讲述了严振声一家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多年间，围绕经营酱菜铺生意而展开的烟火生活。无论在事业上经历了怎样的大风大浪，在生活中遭遇了多少的小磕小绊，都能风雨同舟，互相扶持，休戚与共。演员何冰在剧中饰演事必躬亲的老字号酱菜铺沁芳居老板严振声。只要日子过得顺心舒坦，就是见天儿的吃窝头就咸菜，哎，那也是香饽饽。我心里头有振声，到什么时候我也是他的人。抹了蜜的嘴啊，甜的是自个儿。编编你编吧。哦，振声啊，来客人了。刘蓓与王鸥，一位是严振声的妻子林翠青，个性果敢直爽。好啊，我成全你。快点，我别跟他废话，坏人都是好人惯出来的。一位是严振声的红颜知己穆春花，柔情似水，识大体。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为了我自个今生的日子，我什么都豁得出去。且今儿起都不作数，干！电视剧《芝麻胡同》是导演刘嘉诚继《情满四合院》《正阳门下小女人》后又一部讲述历史变迁下百姓市井浓情人生的年代剧，也是导演与何冰继《情满四合院》后的再度合作。2月22号，《芝麻胡同》即将登陆东方卫视，严家大院里的暖心情味值得期待。记者姚维嘉编辑报道。